这叫气道全道。哦！哎呀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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！你在干什么？啊！爸，很难练呢，又不好看，真不明白为什么要练。为什么要练？为了文武威扬，你爸我是陈家权五代的正宗传人。 你是我唯一的儿子，我当然要传给你，明不明白？明白。哼，再做一次给你看。啊！过来，认真点儿，看着。嗯。 住手！It's not your business. 站住！放他！God, Chinese臭小子，叫你练陈家古拳，你也不好好练，偏偏要学什么截拳道，那你是存邪想气死我啊？爸，陈家古拳既古老又不实用，而截拳道才是真正的功夫。你说什么？你知不知道你在讲什么？好，既然你说截拳道很厉害，好啊，我今天就要看看什么是截拳道，我很想向你讨教。 你出来。
出来呀！怎么样？摆个截拳道的起势给我看看。步伐很灵活。虽然你的动作灵活，但根基不好，所以下盘不稳。再来啊！攻要快，守要密，你的空位太多。技术，我跟你说的话，你自己好好考虑。至于学不学，你自己拿主意。今天到此为止，啊！解拳道，堂堂陈家古拳五代传人都中了他两招，好快呀！小芳，我告诉过你啊，李小龙最讨厌别人从背后拍他肩膀的，下次记住啊。嗯嗯嗯，不要提他了。小芳，你来看这个截拳道比赛。我说我过分，你自己不过分吗？我说的话你不听，叫你练陈家古拳你又不好好练，你说我过分？我的书，我拿，你还拿我的书，还拿，我打死你！叫你不争气，我叫你不争气，你不懂。你不躲，你居然还不躲！你给我站好了，看我怎么教训你！就你练截拳道，就你练截拳道！我，你这个不争气的东西，我打你！爸，爸，你打吧，你打死我，我还是要练。气死我了！
李小龙的截拳道是以咏春拳为母体拳，融汇了咏春、太极、柔道、空手道等20多种武术，那是天底下最厉害的功夫。我呀，看过一段录像，是李小龙跟一个空手道高手的比武，那是一次全世界最顶级的武术比赛。你知道他用了多长时间打倒对手吗？10秒钟，只用了10秒钟的时间，那种速度和力度，这是我们陈家古拳根本比不上。所以啊，我发誓，我一定要学会这种功夫，要像李小龙一样，做一个真正的武术家。可是我爸他，小芳，这一次的比赛，所有的截拳道高手都会参加的。我真的很想去见识一下什么是真正的截拳道。小芳，你说我该怎么办？嘘，这么说，你是支持我了？全勤，全勤，快过来！爸，怎么回事？别问了，快送医院！哦，让开，让一让！是程继伟，让开啊！这是，快让开！爸，爸，你再坚持一下。医生啊，我爸怎么样？气血攻心，给你气的。不过你放心吧，吃点药就好了。那谢谢你啊，没事没事。怎么样？三叔，我爸怎么回事？哎呀，还不是因为你要参加比赛。他怎么知道？哎，你爸找到了那张海报。海报。爸，该吃药了。爸，吃药吧。爸，你不吃药，身体怎么会好呢？陈心呐，你都这么大的人了，什么都不愿意做，高不成低不就，你就知道练武。好，那你就好好练我们的陈家古拳，把陈家古拳发扬光大呀。可你却偏偏练什么截拳道，你这个样子拿什么来养家糊口，怎么在社会上生存呢？爸，我知道我令你很失望，可是我希望你能明白，
这是我的梦。我自学了这么多年截拳道，我真的想通过这次比赛来验证一下我学的截拳道功夫究竟怎么样，所以我一定要去。爸，对不起，爸，我走了。金立川，是啊，爸，爸，少爷，那些人根本不是我的对手。小川，不要这么任性好不好？妈妈，我求你了好不好？你背后找人来挑战我，就是想让我放弃比赛。我是人，有血有肉有思想的人，我不是你手上的棋子。你放过我好不好？这次我一定要自己做主。小川呐，
我知道你喜欢李小龙，也知道截拳道是你的命根子，可是比赛是残酷的，妈妈是怕你受到伤害呀。我不想听这些，这次截拳道大赛我一定要靠自己的实力赢得冠军，从今天起我要做自己的主人。哎，小川，臭小子。哎呦，让你久等了啊！把东西拿好。哎，我来，我来，我来。包给我。来来来，你慢着点。慢着。知道了。来来来，我来帮你拿。哎，小姐。啊？截拳道比赛在哪儿报名啊？不知道，不知道。哎，钱！你胡说，他身上一分钱都没有。你这么大一个人，欺负一个小女孩，你要不要脸啊？你们是同伙，还钱！切！我告诉你啊，不要跟过来。你敢跟过来，我扁你啊！走，姐姐啊，带你去找妈妈。哎，你别走啊！没偷，难道我的钱会飞了不成？队排好队啊！哎，你干嘛？我来参加比赛的。参加比赛？报名了吗？都排好队啊！都排好队。没有。300块钱，那边排队。去吧，排好排好啊！到你了。好。排好队。来，往前。快点。往前走，往前走。都站好队啊！啊！别乱。快点啊！快点，快点啊！你往这边点，说你呢，站好了。幸亏我还有钱藏在这儿。跟上。排队，排队，听见没有？好，谢谢啊。后面的跟上。哈哈哈哈，好说好说，广告赞助的事情您尽管放心，我杨某人说话算数，保证按我们的协议来办。啊，嗨，哪有什么违规操作的事情发生？我搞的这次比赛纯粹是非盈利性质的体育活动，你不用考虑了。身上仅有的钱交了报名费，这几天的日子该怎么过？不管怎么样，我也要打完比赛才回家。
乡巴佬，啊！你来我店里干嘛？想偷东西啊？啊，不是，我昨晚没有地方去，才在这儿歇了一会儿。 你要敢打坏主意，我憋死你！哦，不敢，不敢！你还站在这干什么？还不走？我走。喂，吃饭没有啊？没有。来吧，我请你。 嗯，给，我来拿走吧。嗯嗯嗯嗯嗯嗯嗯，你不来点儿？哼哼，看见你我就饱了。 够吗？哎，够了够了够了，谢谢啊。哎，那你大老远的从家乡跑来，就是为了参加那个什么鬼比赛啊？嗯，是啊。乡巴佬，那你接下来打算怎么样？哎，等开再通知啊。让你等你就等，你这么好骗啊？我说虽然读的不多，但我想他们应该不会骗我，而且啊。 我听他们说，李小龙的家属都过来参加比赛呢。让我说你什么好呢？等我今天晚上去他们的公司，找到他们的证据，你就不会这么想了。啊？什么证据啊？说了你也不懂，懂了你也不会听，听了你也不会做，做了你也做不好。算我倒霉。吃饭呢？啊，我吃饱了。 形势对我们越来越不利了。现在的问题是，广告赞助呢还不到位，开赛的资金压力就会很大。张主任，给我定了哪天的机票？哦，后天的票。那这样，在明天下午之前，将所有的报名费先花到我的私人账户。等正式开赛了，我就把你应得的部分花给你。我，哈哈哈哈，张主任。 我不会亏待你的，你记住，报名费的事情只有我们两个人知道，谁也不能说出去。我们现在只能同舟共济了。哎，谁？站住！抓住他！别让他跑了！哎啊！怎么了？哎，站住！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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关你的事，走开，走开！听见了没有？走开啊！ 我没干什么呀，怎么不早点来接应啊，大叔？哎，小姐，
能不能别管我叫大叔，我叫陈星。哎呀，行了行了，我不管你什么陈星扫把星的。我的东西呢？哎，小姐，你在找什么呀？我的 MP3 呢？哎呀，你什么叫 MP3？ 哎呀，行了，你不懂的。小姐，我帮你找吧。哎呀，你走开呀！我的 MP3！ 对不起，小姐。怎么办呢？里面很多证据的，都怪你，扫把星。对不起，小姐，什么证据啊？闭嘴！这么多问题啊！哼，实话跟你说，这是个民间比赛，是纯粹的商业性质，根本就不可能有什么公正可言。我给你一句忠告，明天早上天一亮，赶紧收拾东西回老家。这个城市啊，好多陷阱呢。什么？嗯，闭嘴！我告诉你啊，别怪我没提醒你。哎，什么陷阱？我也没做什么坏事，怕什么？哎呀，哎个！我做错什么了？真倒霉！安然，真的谢谢你留我在这儿打工干活。你不回老家，难道让你在这里白吃白喝啊？不满意啊？没有，我真的很感动。哎，你干嘛老穿这种怪里怪气的衣服啊？我喜欢李小龙啊，我喜欢这种感觉。你不觉得你和这个社会格格不入吗？没有感觉到。陈星啊，你们家真是开武馆的？是啊。哎，那你为什么不踏踏实实的当个馆长或者教练什么的？我们陈家股权都没人学了，又老又陈旧，哪像李小龙的截拳道？又快又狠，是当今世界武术中最厉害的功夫。嗯。哼，自己都瞧不起自家的拳，不关门才怪。好凄凉啊！哎，尽情的拍啊！一定要把陈家拳馆这种凄凉、这种荒芜、这种破败的景象全都给我拍起来啊！哎，那就是陈师傅了。哎，陈师傅，怎么是你啊？有什么事吗？哦，好久没见了，看你死了没有啊？哇，一个人都没有了，你不用教功夫了吗？哎，你的徒弟哪儿去了？放假了？一个徒弟都没有了，你的儿子呢？听说看不起自家的陈家股权，去自学什么功夫？哦，截拳道啊！哇，教功夫教到这种地步啊！你丢你们陈家祖宗的面子不要紧，但是你不要丢我们所有武林中人的脸面啊！哎，徒弟们，你们不是老问我这个脚是怎么回事吗？我告诉你们，就是当年被陈师傅给打的，啊，他当年好厉害啊！不过我现在过得很好，你怎么样啊？当然不是问你的武馆办得怎么样了，一个徒弟都没有。我问你功夫啊！哼，不要说我这个人话啊！今天我带领我们黄一帆武馆的徒弟来向你学功夫。不过呢，哎，不要走嘛！他们整天说你啊，人老手慢不禁打，陈家股权没有希望了。哎呀！陈家股权有希望，有希望啊！哎呀，哎，有希望啊！哎呀，陈师傅。
哎呀！快扶起来，扶起来！师傅，你拍我干嘛？哎，师傅，没事吧？师傅，你们几个猪头啊！哎呀，我的鞋，鞋！哎，哎呀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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！陈鑫这个臭小子，现在不知道怎么样了。整天把自己打扮成跟偶像一样，就是你的理想吗？你真喜欢这样啊？我不光喜欢李小龙的打扮，我更喜欢李小龙的思想。可惜啊，就是太深奥了，我怎么也弄不懂啊。拿着。不过呢，我很欣赏他的精神。当年啊，他一个人跑到美国去，什么都没有，也被很多人瞧不起，但他的努力最终得到了美国人的认同。后来啊，他选择了拍电影，不过啊，他不是想当大明星，是为了宣扬中国的功夫。你怎么这么肯定他使的是中国功夫啊？他是中国人，中国人不使中国功夫还能使什么呀？他可是美国国籍。哎，你到底想说什么呀？我是在想啊，像你们这样没头没脑的崇拜偶像，结果把自己给弄没了，你觉得值得吗？我还是劝你啊，清醒清醒头脑吧。喂，哎喂，真兴，真兴，你怎么不等我呀？哎，让我来，我来，我来。哎，阿言，小心小心！哎，还是我来吧。嗯，这个餐厅真的是你开的？我妈开的。那我怎么没有见过她老人家呢？不在了。哦，她死了。跑了。哦，对不起。哎，那你爸呢？都不在了。怎么都？你怎么这么多问题啊？烦不烦啊你？认真工作，这酒很贵的，别摔碎了，很贵的。哦，没有人在啊，干嘛去了都？先生，我们还没有开业。我不是来吃饭的，我是来拿东西的。你谁啊？你新来的吧？我是安仁的父亲。哎，不对不对不对。阿言说他父亲已经不在了，啊，早就死了。哎，你到底是谁啊？我这个死丫头怎么这么说啊？我进去问问他。哎哎，你不能进去。喂喂喂，让他进来。听到没有啊，小兄弟？我女儿叫我，哪有你这样死心眼的人？干你个活去吧。哎呀，我的女儿怎么说我死了呀？这么多天都不回来，你心里还有没有这个家呀？你拿了东西就走。我很快就会回来的。你家里是宾馆啊，还是酒店啊？很快的。我会回来的。哎，小伙子，好好工作啊，发型不错啊。你回来，你走了，你就不要回来了，谁稀罕呢？天天抱着个破吉他，唱唱唱唱，看什么看啊？做事，哼，整天戴着个假发，以为自己真是猫王了。
我妈才会离开我们，因为猫王。我爸妈年轻的时候都是猫王迷，我妈妈就是喜欢听我爸唱的歌，他们才走到一起的。那不是很好吗？有共同爱好，就像李小龙跟林黛一样。有什么好啊？ 有些事情在年轻的时候叫做浪漫，但随着日子一天天的过去，我爸一直没有进步，就变成了家庭的苦难。我妈妈一直尽心尽力的照顾这个家，可我爸呢？ 却一直不肯放弃他的梦想，直到有一天，我妈妈终于受不了了，就离开了我们，因为我爸。 我恨死了那些以为只懂装自己偶像的人，所以你才对我的偶像打扮看不顺眼。我总算明白了，陈星，你难道真想像我爸那样，甘心做另外一个人的影子吗？ OK， 接下来这首要送给我离开的太太，另外再送给我宝贝女儿，虽然她不了解我，但我会永远爱她。一首 Love Me Tender， 谢谢。 才赞助了几十万还不放心我，你可真小气啊！哎呀，好，你放心，比赛很快就开赛了啊！好的，那咱们老地方见啊！好，杨总，这是航空公司送来的机票，他们说是您订的。哦，对，我明天去外地一趟，很快就回来。哦，那我来帮您收拾吧。不，
你去忙你的，我自己来啊。啊，去吧。啊。你们是干什么的？杨先生，我们金太太要见你。我对你们这次大赛很感兴趣，不过我听说你们组委会资金方面出了点问题，我可以帮你。不过，金立川一定要拿到这次比赛的冠军。钱嘛，不是问题。有金夫人这句话，这事儿就好办了。您放心，我知道该怎么做。亲爱的各位观众，截拳道大赛欢迎你们！这次比赛吸引了来自全国各地的2000多名选手报名参加。经过几天的分组淘汰，现在已经有32人成功晋级。为了保证比赛的严肃性，凡是没有按时到场比赛的选手，一律做自动弃权处理。什么弃权啊？哎，为什么要弃权？就是骗人的，骗人的，就是骗人的，没有弃权。兄弟，你没事吧？滚！多管闲事，快滚！不然我还打你。否则我认识你，你叫陈星是不是？怎么，你也自动弃权了？哎呀，你们太不珍惜机会了，真可惜呀！骗人！你们根本就没有通知过我。那么凶干什么？杨总，我不是来找你麻烦的，我请你给我一个机会，我需要这次比赛。陈星啊，你是老实人。说实话，我是很欣赏你的，可是你自动弃权，我也没办法帮你呀。嗯，哎，杨总，你别走啊！这杨总，站住！放开他，放开他！这啊，我说陈青啊，只要你有钱给我们，我让你直接入围，是不是啊？啊，就是。可是你有钱吗，穷光蛋？你有吗？啊，穷光蛋，跟我到外面去吧！啊！下一场比赛更加激烈，将由……怎么回事？我要见杨总！杨总，你在哪里？我不是来捣乱的。如果我参加不了这次比赛，我就没有脸回家见我的父亲。杨总，我真的很需要这个比赛，我求你给我一次机会吧，杨总。他怎么跪下？陈星，你有病啊！保安，哎呦，保安，啊，赶紧下去，快点。走走走走！哎呦，好厉害！我天哪！打起来！打起来！我没有病，我就是想参加比赛。你们为什
么不让我参加比赛？为什么不通知我参加比赛？你们知道吗？我八岁看李小龙的精武门，九岁就开始偷偷自学截拳道功夫。为了练李小龙的截拳道，我和我爸吵架吵了十多年。我爸一心希望我振兴陈家拳馆，发扬陈家古拳，好好的守住家业。可是，我就是舍弃不下我的截拳道。这次，我千里迢迢的来到这儿，不为别的，只为验证我自学的截拳道功夫是不是真的。可是你们，陈兴，说的话很感人，但是你看看下面，你问问台下的每个人，我们哪个选手为了截拳道没有像你那样付出？我很同情你，可是你知道不知道，这场比赛是我的比赛，你这样一闹，让我怎么比赛啊？这小子疯了，张主任，赶快给我报警！陈兴啊，回家以后啊，实实在在找份工作啊，不要再闹事了，听见没有？李小龙，你说修炼功夫的目的不是致力于击碎木板和石块？李小龙，你说修炼截拳道的目的是用它来改变我们的思想和生活方式。可是现在，我连比赛都参加不了了，还能改变什么呀？能改变什么呀？你看，陈兴，走，跟他玩玩，这样子。喂，你们几个不要闹事啊！陈兴啊，你们是谁啊？你们是找我来比赛的？来，陈兴，我们打！你们来打我！陈兴，你该醒醒了啊！你们不是李小龙，就给我走开！我要见李小龙，我要和李小龙说话。这小子是疯了！他这种人没什么骨气，为了要参加比赛，他居然向杨总那样人下跪，连点自尊都不要了。跟他说这么多干嘛？他现在一点都不清醒。我没有脸回去见。张胖，有的时候，人的尊严是不容易得到的。为了某些目的，我们每个人都有可能抛弃一切尊严。陈兴不是一般的李小龙迷，我很欣赏他的个性。陈兴，你现在的迷茫也是我的迷茫。来，给我来杯酒。截拳道无形无势，如水一般，将水倒入杯中，它就变成杯的形状，将水倒入瓶中，它就变成瓶的形状。水可以自由流淌，即可四溅而起。空因其一无所有而无所不有，空存在于一切之中，又包容一切。这什么意思？你们还别说，我们都在学无形无势的截拳道，可截拳道为什么无形无势？
李小龙是想告诉我们什么呢？无形无势，我们每个人练的截拳道都没有一个统一的标准，那究竟谁最截拳道呢？陈星，你知道谁是吗？嗨，你问他干什么？梁红，你怎么想起问这个问题了？是啊。好了，不说这个了，明天还要比赛的。走走。李小龙，李小龙，你告诉我，我是不是很没用啊？我是不是很失败啊？我真的很失败吗？陈星，你难道甘心做另外一个人的影子吗？吃的东西，哦，陈星呢？他走了，他让我把这个交给你。安然，我走了。我这个人不会说话，也不善于思考。自己一辈子学截拳道，到头来，连什么是真正的截拳道都不知道。你说过。希望我不要成为像你父亲那样，永远做别人的影子。谢谢你对我的提醒。我想了一晚，我觉得我迟早要面对现实。他们不给我比赛的机会，但是我不会放弃我的追求。我理解你的父亲，猫王就是他的事业。同样，截拳道是我一辈子的追求，我不会轻言放弃，但我也不会再去盲目随从。你放心，我不会因为任何人或任何事让自己变成弱者的。好了，我的脑子很乱，感谢你在这些日子里对我的照顾，希望你能保重自己，珍惜身边的人。我走了。我不是来打架的。哎呀，陈星，你跑哪儿去了？让我们好难找啊！我不是来打架的。哎呀，打什么架呀？陈星，你入围了。哎，是。怎么可能？哎呀，陈星啊，陈星，我说你入围，你就入围，真入围了。过来看看。走吧。啊，我。来来来，啊，你好好看看啊。我们租用的这个场馆，花了不少心血，所有的东西都是花钱买的。你可要好好的打呀！啊，我非常看好你。你先来试试场地，啊。小川，你说陈星才是真正的对手，我已经帮你把他找来了，而且，不管用什么方法，妈妈一定帮你拿到冠军。
谢谢各位记者朋友们。现在我宣布，本届截拳道大赛前八强已经顺利决出。我们的八强是：玉面罗刹梁虎、泰拳王子熊彪、东方雄狮金立川、四川李小龙陈星、东北猛虎张胖、中原棍王宋长江、快拳手黄立克以及无影侠士邓小薇。现在大家看到的是四强争夺赛的第一场，由东北猛虎张胖对阵快拳手黄立克。第二场是玉面罗刹梁虎对泰拳王子熊彪。很喜欢这首歌的，我不喜欢。走啊！好好好，不唱不唱啊！来看看电视。现在大家看到的是四强赛的第三组，由东方雄狮金立川对中原棍王宋长江。李小龙、陈星对阵无影侠士邓小飞。哎，安然，那个是不是陈星啊？安然，真的是陈星啊！你快来看看。来来来来来，到院子里看一看啊！来来来，哎，陈师傅啊，把这么历史悠久的拳馆变卖了，你不后悔啊？实话跟你说啊，我变卖祖业哦，是为了我那不争气的儿子。哦，啊，你看我啊，一介武夫，又不会做生意，至于这个价格嘛，你们开个价吧啊！哎呀，什么事啊？我正谈正事儿呢。哎，说什么呀？哎呀，等，不好意思啊，我先去看看怎么了。房子的事儿，我们改天再说，改天再说。哎呀，你这孩子，陈师傅。哎呀，陈师傅，来来来来来来，什么事儿这么急啊？陈星上电视了。
哎，陈师傅，坐下来再看看嘛。父子没有隔夜仇啊。打呀！不打！输定了，有什么好看的？哎呀，再看看吧。恭喜你！啊，谢谢。你的衣服破了，明天的记者招待会，穿这个。哦，不用了，谢谢。啊，杨总，金夫人电话。哈哈，金夫人呐。半决赛的对阵双方我已经安排好了，这个您尽管放心，张胖一定能打败陈星，金少爷绝对可以稳拿冠军的。现在我宣布，本届截拳道大赛前四强已经顺利诞生。在此，我要特别感谢一直帮助我们的各界朋友。感谢你们的大力支持，我坚信我们这次活动会圆满成功，谢谢大家。前四强选手经过严格抽签，对阵双方现在已经产生，他们是东方雄狮金立川对阵玉面罗刹梁虎，东北猛虎张胖对阵四川李小龙陈星。就像李小龙的功夫哲学正在影响着世界武术的发展方向一样，今天我们希望选手们能通过截拳道大赛来改写自己的功夫人生。亲爱的朋友们，紧张刺激扣人心弦的半决赛马上开始，首先登场的是玉面罗刹梁虎，他的参赛口号是功夫影响思维，功夫改变人生。现在有请本届大赛呼声最高、人气最旺的东方雄狮金立川。Thank you.
进入决赛的选手，让我们以热烈的掌声恭喜金立川。接下来登场的是号称东北猛虎的张浩，他的对手就是四川李小龙陈星。陈星参赛的目的是探寻截拳道的真正内涵。他将和金立川在决赛中争夺截拳道大赛的冠军。哎呀，陈师傅，你太激动了，差点打到我呀！不好意思，不好意思，看比赛，看比赛。坐坐坐。安然，你干什么呀？来坐。你来干什么？我怕人家打死你啊，所以特地带来的打药，很管用的。我有，你看，这是我们陈家祖传的药酒，比你的好多了。什么呀，臭死了！哎，下一次的对手是金立川，你有把握赢吗？我一定能赢。安然，你还没有告诉我，你为什么会来看我？看你，你长得帅吗？我是来看比赛的，又不是专门来看你的。说的也是。有烧饼卖。哎，你不是刚吃过饭吗？又饿了。我爸喜欢吃烧饼。老板，哦，来两个。好好好，请稍等。安然，既然你爸喜欢，那就多来点吧。好，这个要一个，哎，那个要两个。好，老板。挺好的啊，好的好的，好，谢谢啊，给，啊谢谢啊，谢谢光顾，慢走啊，嗯，快点躲开。快，小心啊，陈星！陈星！
星，你没事吧？慢点，慢点，慢点！陈星，陈星，你怎么了？别说了，先带他离开这儿。你是李小龙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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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不要激动啊，当心你的伤口。居然算陈星，妈妈这样做也是为了你好啊！我不要你这样对我好，知不知道？一个练武的人，最重要的是什么？是武者精神，是武道。我不知道什么武者精神，也不知道什么武道，我只知道你是我儿子，我有权利保护你。我这么大的人，不需要你保护。权力，权力，你有什么权利阻止我和陈星比赛？从小到大，你什么都帮我安排好了。我不会再做你的傀儡，说什么都是为了我好，全都是假的。小川，你只知道沉迷截拳道，你知道妈妈我有多担心吗？你说要参加截拳道大赛，我也是想办法顺着你的心意。妈妈这样做是为了什么？都是为了你能顺利的拿到这个冠军，做个胜利者呀。陈星啊，这次你受的伤很重，至少要一个月才能完全康复。如果现在去比赛，一定会伤上加伤。我看，你还是放弃好了。陈星，伤得这么重，我看还是放弃吧。李小龙从不言弃。李小龙的截拳道开辟了中华武术的新纪元，截拳道大赛将功夫进行到底。朋友们，让我们以热烈的掌声有请决赛选手闪亮登场。有请四川李小龙陈星。现在出场的是东方雄狮金立川。朋友们，我们的决赛马上就要开始了。等等，等等。陈星，对不起。对不起，因为特殊的原因，我和陈星的比赛取消，请大家原谅。还怎么回事？陈星为什么取消？做得好。为什么呀？啊？像李小龙。陈星的头上好像受了伤。陈星，好好休息。
刘医师，您说您是李小龙的徒弟，可是那天您救我的时候，使用的却是太极拳。您为什么不用李小龙教你的截拳道呢？小龙值得我们学习的，又岂止是截拳道？ 你多多这两句。忠实发展潜能，完成自我。嗯，这是小龙生前留给我的两句话。这也是截拳道的真正精神。我不懂。小龙告诉我，截拳道的重点，就是你是否能把自己的天赋和才能发挥到极致。 而不只是简单的学一套拳脚招式，截拳道其实就是要你发掘自己的所能和所长，根据每个人的体质、心境以及长处和短处，去创立出一套属于自己的武学大道。小龙所使的是他的截拳道，而我所使的是属于我自己的截拳道。所以。 您最终选择了学习太极拳，不，错了。我选择了人心人术的大夫，这才是我自己的截拳道。这么说，截拳道不单纯是一套武术这么简单了。截拳道是一门浩大宏伟的哲学，是一门立世做人的科学。 也是一套人生的理论，它是跟天地万物同在，就像它的图腾所显示的那样，以无法为有法，以无限为有限。 我们这次的比赛。
不是要分出高下，而是要考验我们对截拳道的认识和领悟。陈星，我知道你是最强的对手，可是我相信我一定比你更强。李小龙从不言弃，我也不会放弃。这是什么地方？这是什么地方？在你心里。在我心里。啊，李小龙，你看，我不是叫你看我的手指，而是天上的月光。再看。对了，假如你只着意我的手指，又怎能欣赏到月亮的光华？同样，如果你只是着意如何模仿我的外形、姿态和动作，又怎么能明白我截拳道的真正意义呢？截拳道的真正意义，截拳道的真正意义。Thank you.
陈星，你是用了最强的自己去迎战了吗？最强的自己。没错，褪去别人的外壳，运用自己的本能，身心一致，那就是最强的你。褪去别人的外壳，运用自己的本能，身心一致，那就是最强的你。没招吗？这是我们陈家古拳的大鹏展翅，是从小我爸逼我学的。褪去别人的外壳，运用自己的本能和特长，身心一致，这才是我的截拳道。龙游潜水，单鞭地虎，疾风劲草，运转乾坤。如风似壁，你在干什么？你看，我不是叫你看我的手指，而是天上的月光。我们大家一起去找那个杨总，问个清楚，好不好？喂，啊，胡总啊！陈星啊！爷爷，陈星是不是又惹老爸生气了？